本来包装真好，包好就是伊袂氧化。这个你再拍一下，这个是日治时期小学生，小学生他们喜欢收集嘛，我收集邮票啊，我收集火柴盒了啊，这是收集火柴盒，刚好这一张是中央书局日治时期的火柴盒，中央纪念部委官有啊，其中某一挂台湾的。这里，因为文化协会，伊是全面性的，啊，伊内面的阮成员，就是讲他的里面的成员，有聋人啦、啊、吼，医生啦、啊、吼，哦啊文人啦、啊，画家啦、啊，拢有啦，啊，就跟咱国民馆，他是美术馆嘛，啊，他要办文化协会100年，他当然是针对美术这一段嘛。那在这个台湾的。知识分子呢，就深感就是说，会沦为次殖民国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识的不足，教育的不普及，文盲过多，如果我们能够将自己的文化可以提升的话，那有朝一日我们就可以跟日本人平起平坐。美术活动它其实，不是只是艺术家在努力而已。美术活动它背后它必须要有经济力的支持，才能够让不管是展览或者是艺术家才有创作的动力。他们有别于就是现在我们在比如说看艺术作品的话，都是用投资的角度在看，那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但是那个时代不一样，那个时代是它背后它购买画作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要推展文化向上。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建构台湾的主体性。那台湾文化协会的这些讨郎啊，他们也是怀着这个精神，就是拉他们一把。就像我们常讲啊，我们这个年代很多台湾之光啊，就是说人家经过10年8年的努力站上了颁奖台的时候，大家就封他台湾之光，然后就通通蹭上去。但其实那个年代的赞助哦，不是说在你已经这样子光宗耀祖的时候你才去想要认识他。台湾文化协会赞助了还有很多默默无名的人，那他们虽然最后不是每一个人都飞黄腾达，但是那个时候的文化协会这些无私的赞助的确是替我们那时候的台湾艺文界就是注入很多很多的能量啊。林建良先生跟艺术家的互动哦，可以从他在日记里面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事迹啊。但是其实说，他在写日记之前啊，因为他开始写日记是在台湾文化协会比较晚期的时候才开始每天写日记。那其实他在写日记之前的时候就已经很长期在赞助艺文活动啊。如果你是专业的画家好了，当年能够以画画为生的人实在是不多。那要不就是要把画卖掉，那你来筹的钱，除了生活开支之外啊，你的艺术创作要买这些颜料、画布，也要花不少的钱。那所以不太容易。那郭雪湖先生来的时候，他就带了《来源春色》这幅画来，准备要卖给林献堂先生，然后。就是他价钱开的有点高了，因为瓦作不是说差那个钱，是说这个他希望能够多赞助一些人，不是说我这张画就是全部赞助你啊。郭雪湖来的理由是说他去广东旅游写生，那我瓦作大概就是算一算，给他150块钱赞助。那当时总督府的高级文官一个月才50块月薪。150足够去广东写生了啦，那就算不够，他再把那幅画带回去，他如果再卖给别人，绝对会够了。那我阿作大概是这样子想的。所以林献堂他在对整个台湾艺术家的影响哦，可以从两个方面的。表面上来看的话，林献堂他其实因为他推动的在是一个温和的走体制内的一个民主改革运动。所以这或许也会影响到艺术家，就是说在经由他们的鼓励之下，也走体制内的就是台展辅展的这样一个路线哦，然后争取就是在台展辅展可以曝光，然后可以跟日本的艺术家一争高下啊，为台湾人争光啊。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林献堂他当然就是说，他的一个对于一个教育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希望提升台湾文化向上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推展的一个理念呢，也间接的可能会影响到艺术家哦，他在朝这一方面来发展。圣南庙这张画哈，其实有入选湖展，哦，台湖展有入选过，但是大家看不，光是你看那张庙哈，你只是一个小庙而已。那为什么陈仁奇要去画那个小庙？哎，他就是在民众党台湾民众党党部的旁边，哦，大概就是一个转角而已，哦，所以这不是巧合，我觉得他一定是，因为他很聪明了，真的，我祖父是很聪明的人，他用这种方式去表达，因为日据时代那个民应该也是一种高压统治，他很多事都不能讲，他很多政治理念或是我们都看不到，他是也不敢写，因为其实每一封书信你知道都会被检查，就像我们军中的信都会被看嘛一样，哦，就是他寄回台湾，警察一定会先看看完再送到家里。那时候的有应该说是有热情、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哦，那被殖民时期的那个政治压迫到喘不过气来，哦，在其实说在台湾很难发展，他只能去日本做一些事。那回台湾之后，他就是默默的，可能跟林献堂、跟蒋渭水有一些私底下的连结，他也不敢站到台面，所以我看不到他跟蒋渭水的合照，看不到跟谁的合照都没有，哦，他就是像个孤鸟一样，可能就是私底下来做一些他做文化的事情。可是文化事情事实上，我在想应该是连接到，哦，连接到蒋渭水想推的新文化运动啊，这种概念，或林献堂哦，我们讲文化协会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哦，但是他默默的做又不能讲，对，可能很无助的。那所以看了台湾美术史啊，你可以抓两个来比较，这个跟这个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啊，都又很多一样，啊，当中有哪几点不一样的？那所以陈之奇喜欢组织团体，所以他有什么七星花卉的哈，树岛社的哈，啊，都他做领导，然后再要成立台阳展啊，啊，所以成立台阳展还没成立啊，他就过世了，嗯。啊，不然的话，他在台阳展里面也是一个一个领导人物，然后他年纪没有比其他人大多少，然后他主要是他比较早入选地展，比较早进东京美术学校，他是在学中被退学，台北师范，他参加外面的文化协会的活动。被学校退学，一退学他就把钱啊，那个工会就退还给学校，啊，那他就跑到那边以同等学历去考，啊，考上了，啊，他就念了，啊，所以就比李梅树啦这些人都还早，嗯，李思巧跟我聊天聊，他说唱一个歌，啊，要唱一个山歌，啊，嗯，啊，这个山歌唱完了说这都是。是他的歌，哦，那他死了那么久了，1930几年、啊，他跟我讲的时候1980年、哦，三几年到八零年他脑筋里还有是他的歌，所以可见大家怀念，哦，因为很多人死了就死了，有些人，哦，就不见了，不见面了，不见面几年之后就他的名字都忘记了，那陈之奇在20几岁现在看起来是小孩子嘛，那人家到现在还在谈他。这一次借展的东西有一张是陈子奇先生寄来的明信片，我阿昼有买过陈子奇先生的画，然后当时也是在台中办了一个蛮大的画展。那我据我所知，我的艺术界的朋友有提到这个事情，当时陈子奇先生的画好像是全部都卖完了，那。比较大幅的作品，是在画展期间很快就卖掉了，最后留下一些小张的。据说啊，是杨兆嘉先生把那些小张的通通都买起来。如果是将民族运动与美术相连结的话，杨兆嘉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一个推展
民主运动里面的一个健将嘛。那他将美术是视为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向上的，也就是民族运动的一环。那他其实他赞助的项目也不只是美术哦，不管是音乐、文学啊、体育啊，乃至于飞行啊，哦，他都赞助。那也就是说，他希望就是说全面的提升整个台湾人的，借由这样子的文化向上来提升台湾人的地位。那以跟日本人啊相比拼，啊，然后争取台湾人跟日本人的地位能够平等。我举个例子哦，当时的台阳美展，事实上是要收门票的哦。你来参观的话是要收门票。那门票，当时杨兆嘉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一个帮他推销门票的一个角色哦。那时候一张门票可能要5块钱。那杨兆嘉就透过这种士绅的关系哦，帮他去贩售门票。杨兆嘉他对美术家的赞助行为是一直延续到战后，比如说省展，他也是省展的委员，哦，那他透过官方的力量，因为他当时担任省政厅的厅长，他透过官方的银行和机构来购买艺术家的作品。那比如说，只要是当时的台阳当时的艺术家的个展，都一定会寄给他邀请函，那他都会去，而且他有时候在邀请函上面，他还会写下就是当时看展览的状态，比如说他看到李石樵的画作，他觉得说他又更进步了，他觉得说他非常的高兴，哦，那我那时候看了我也非常感动，因为以一个他那时候的身份地位，他会为了这件事情，只是艺术家进步了，其实坦白讲跟他也没什么关系，可他就非常的高兴，他觉得说艺术家进步了。那这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说台湾的文化又向上了，台湾的主体性又更向上了一步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那我也从那个杨基先的记录里面我看到说，他就记载说杨兆嘉常常去跟他讲说，哎，你那个推展那个台阳美术协会的门票啊，进展如何，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是亲自去推销，他还叫亲朋好友去帮他推销，而且他会关注他说你推展的进度，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对于这个美术的一个支持活动哦，是非常的，真的是全心的付出了。那所以说你才会看到说为什么战后每个艺术家几乎前辈艺术家都会寄邀请函给他，希望他出席。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照片，他们的团体照里面都会有他，而且他是。不是因为他身份高而坐在中间，而是因为他对美术家的赞助的花费的付出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全心全意，所以艺术家对于他都非常尊重。家里对父亲有一些资助，不过当年有说3年是一个 deadline 期限，那3年内少数的资助是我想是存在的，后来的父亲已经。有一些就是国内的士绅的委托肖像，那事实上他在那一段时期也完成了12件肖像委托作品，所以那个对他来说就是很重要，因为后来他把我妈妈接去，他们回台湾结婚嘛，然后去日本，那就不一样啊，一个人跟这个整个家庭要生活，后来才知道。他们当年流行的是用意大利的油土，油土是他很大的一笔开销，所以我认为那个在得到士绅的那个资助之前，就只能靠省。师兄们可以去喝酒，他不可能。第一个他想多做工作，第二个没有那个钱，那家里的资助又不可能长期性，让你当个。漂培的艺术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杨兆嘉会是非常特殊的一位，因为从日据时代，就是我父亲留日刚刚讲，他开始有资助，也就是杨兆嘉开始。因为尤其杨兆嘉有胸像，有坐像，然后那个杨兆嘉也收藏我父亲的圣观音的作品，那。甚至在他病榻间，我父亲还赠送他一个木刻的圣观音，因为这是一种祈福，在住院期间，当然希望
他会能够康复。那杨兆嘉后来当生副委员等等，有一些官职嘛，他就有权力嘛。何库他在何库也，他也主张何库跟我父亲定了一个叫什么？这个农夫是丁心多，就是跟人一样大的。那后来他有一个缩小版，就是我们在外面常见的缩小版，大的那个听说是没有保存下来。然后到了清水高中，还是杨兆嘉，然后甚至刚刚讲就住到他们家去。哎，我小叔叔也有跟去，所以他也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月、三个月，两三个月啦。所以他们互动是非常频繁的，而且绝对不是只有说买卖收藏这样子的关系，我相信是不止。政治上他没有很热衷，也看不出他很明显的倾向，那但是他表现在他的作品，每一个性，那个妇女的成熟，从这个过程中，从少女到成熟的妇女，这种成长的过程，那其实也是一个你的理性各方面的发展嘛。那他用醒的作品来象征的二二八，意涵上面已经说明了很多。爱读书啊，真正爱读书啊，要靠自己。讲这部书，南音杂志啦，哦，南音杂志，南音杂志吼，南音杂志，伊是讲，算讲迄落，因发行是发行十二册啦。这南音杂志较重要个是讲，伊后壁吼，后壁拢有台中的广告，哦，后壁台中广告，哦，张青健先生。因发行的这无方一仙会，伊嘛拢有广告啊。哦，啊，这本册是阮张青健办的嘛。哦，啊，伊的发行人就是伫遮嘛。发行人就是张青健，就是伫遮。因为他从1927年中央书局成立，1928年他就来这边工作了。他当时是做营业主任。那后来受到这个就是大雅张家那张焕圭先生，他受他赏识，他就把他升作经理了。所以事实上经理就是要经理这一切事物嘛。对，28岁就开始在这边工作21年，49岁就去世了。所以他的人生基本上是跟中央书局几乎是画上等号的。他说台湾文化就是各种文化融合之后的在地化，它对于一个自己所生活的地方那种文化的那种非常大气、非常包容而且非常自信啊。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受，他不是像很多人是去留学的或者是什么，但他对文化这么大气而自信，其实是我非常感动的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学习的。那其实就是说，他也是透过就是说，因为中央书局是文学的一个大本营，那里面聚集了张水胜啊、杨兆嘉这些非常重要的。那他透过中央书局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人脉庞大的人脉网。所以说他就在这里面呢，他担任了一个其实是美术战志者的穿针引线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他扮演了士绅或者是士绅跟艺术家或者是知识分子跟艺术家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黏着剂的一个角色，让他们可以促成他们可以认识，让士绅可以购买作品。那当然他另一方面他也是出席这些艺术家，或者是帮艺术家协助艺术家办展览，甚至连海报他都帮忙制作，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是大大小小事情都愿意帮艺术家去出钱或出力。从林献堂的日记里面
几乎常常看到张新建带着艺术家去拜访林献堂。那从杨兆家的那个回忆录里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杨兆家也是很多的时候都是透过张新建的引荐，然后才能够认识艺术家，甚至那个艺术家要帮杨兆家塑像的时候，都是张新建帮忙。那陈夏雨的太太也是张新建介绍，因为张新建真的牵线是我父母亲的婚姻啦、啊，因为我妈妈在中央书局当会计，那时候张新建是经理，那张新建就诱惑我父亲从日本回来，因为那你知道那个坐船要四五天的船，蛮辛苦的嘛，然后再加上旅费，然后来了当然是说好话，两个也见面，然后后来就有一个不错的发展，所以他是媒人公。嘿，文协后来号称就是说他的加入的成员有1000多个，那主要的加入成员里面也都在台中，所以说其实你说文协的大本营在台中，这也不为过了。那以美术赞助的角度来看的话，文协里面非常重要的林献堂、杨兆家、庄垂盛、陈新、张焕圭等等，都在台中。啊，所以咱台中这段，上重要的是台中，啊，佫上重要佫是，重要一个点，佫是中央戏剧啊。因为中央戏剧是日据时代台中的文人，台中的讲文化协会，还是讲各种党派，若要办活动，上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如果没有文化协会，也许是没有中央书局的，因为文化协会是1921年成立的，那成立之后，台中的文化人去参与的非常的多，那最后他们还是请了那个林献堂先生作为总理，虽然是蒋渭水先生发起的，然后第一届的理事会也是在雾峰林家召开的。台中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为什么？因为南来北往，当时中贯线已经建好了，那是1908年中贯线通了，所以如果要聚会，其实台中是一个中央嘛，对不对？所以比较方便大家。庄垂盛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启蒙运动不能流于口号，你一定要去实践。那实践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服务的方式或者机构，那么当时他们就向往了这个，比如说像法国的文化沙龙啊，或者是英国的那个俱乐部啊，这样的形式。所以他们当时起草的东西，在1925年的时候是起草的是叫做中央俱乐部的，所以他们的想象非常的多啊。这经过一段时间，他只成立了中央书局这件事情，其他的都没有完成啊。那当然呢，这跟文化协会后来分裂有一些关系啊。我会比较把它定义说，这是一个台湾人对于文化自觉的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年代的人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地方啊，就是说他们在进行表现他自己的热情跟支持的时候，他不是先分对象啊，例如说我一定要你是个大联盟球员，然后我才肯付出我的掌声啊，他就是连离这个终极目标还很远的这些在路上的在努力的路上的年轻人，他们也是通通愿意不分彼此通通拉他们一把，就是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样子的精神啊。那也是这样子，在那个年代不分彼此的帮忙，才会在那个时候的社会运动才已经100年了，到现在还被我们这样津津乐道。就是今天
这是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不想遗忘，我们不想忘记这段历史啊、哦。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人文荟萃的一个时代啊、哦。你看这一群人哈、哦，我不晓得为什么是聚在台中，我就不知道这一群人，他也是文化协会的会员。你知道中央书局它是集资成立的，它不是属于个人的哦。而这一群人曾经在1915年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创办了现在的台中一中，哦，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文化传统的，他们并没有个人的私心。集资成立这个，虽然大家手上有股票，可是并没有人认为这是他的啊，对不对？哦，只是他们用众人之力去成就了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有缘把它重新开启了，我想最重要的，它还是要在众人之力之下来推动这个文化。我觉得那个时代最美好的事情就是说，我也很想活在那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大家是那么充满热情，无论是对文化，对自己的这块土地，那种那么无私的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